人类越无知，这是科学家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我们总以为说科学越发达，人类就知识越丰富，对什么事情都知道了，没有。西方的科学家一定到最近两年他才有一个觉悟，这个说出来各位会吓一跳的。他说科学永远无法了解真相，科学只是一条，用他们的话来讲叫做 approaching line， 就是接近线，越来越接近真相，但是你永远不了解真相。因为科学毕竟是有限的学问，我们现在太过相信科学，这是人类的悲哀。我问你，宗教是科学吗？艺术是科学吗？文学是科学吗？难道这些都不重要吗？人类是很愚昧的，我们居然会把科学变成宗教，现在科学已经变成宗教了，非常可笑。